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十二节，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，六个月用抹药油，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，满了日期，然后挨次进去见阿哈随鲁王。我只不过是个信差嚟嘅啫，你记住，你把口，你够胆得罪神，你够胆得罪神呢个时代嘅行动同埋带领，你唔公开认罪，你必死噶，你知唔知？或者你可以缩埋一边，可以啊，继续啊，石安只为生命天子啊，我唔讲出嚟啦，免得我怕嗰种痛啊嘛。人哋知道我曾经讲埋呢啲嘅说话，人哋曾经知道喺呢个带领当中我堕落过，唔得噶嘛。我而家要扮到咧，我信仰叻过日华，劲过日华，甚至起码同日华匹敌噶嘛，系咪？你使乜做咗呢啲咁嘅形象喺度啫？你使乜做呢啲出嚟先啦？你怕痛，怕到要落地狱，有冇搞错啊？系咪？你讲错嘢，你咪认啦。因为你估你，你估你身边人唔记得噶？每个都记得噶，每个都记得噶。我话俾你听，咁你唔认嘅话，你估你唔知嘅咩？但系最恐怖就系神仲比你更加记得。系啊，或者你就可能记得呢一两次你自己做错嘢，但系神记得晒所有嘢。所以神点解要我哋悔改呢？悔改系会痛噶，因为悔改就系赞美嘅一部分啦，就系我哋 repent 啊嘛。所以变咗，你会睇到好多人去将佢自己信主之前嘅所有生活都放弃咗，嗰、那个咪 repent 咯，嗰、那个咪喺神嘅面前成为一个祭物啦，嗰、那个都已经系赞美嚟噶。尤其是如果你一信咗主，放弃呢生活嘅时候，你仲赞美神添，系咪？但系问题你认罪，点解你而家唔认罪咧？点解你而家喺呢一个当中，你仍然遗留一个咁差嘅自己嘅见证同榜样，你都唔做咧？你以为你咁样过到骨啊？你而家所挑战嘅、所不信嘅，唔系梁日华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其实在过去咁多年当中所挑战、所不信嗰啲，佢哋全部都唔系挑战我嘅。因为如果在我嚟讲咧，如果冇神冇感动冇嘢讲，我最好唔讲，最简单啦，冇所谓。我又唔系我家族嘅出身又唔系穷嘅，你知唔知道啊？但系神要我所讲面对嘅所有冲击，我愿意面对呢痛，因为都系全部神要我讲。而但系问题，我讲出嚟，既然嗰啲全部系我藉着敬拜赞美讲出嚟咧，里边系冇瑕疵地将神嘅旨意讲出嚟。任何人挑战啊！我唔理你系出边嘅基督徒或者翻我哋教会石安嘅基督徒，你都绝对难逃责任嘅，你冇得走嘅，你绝对冇得走嘅。所以变咗你记住，你越而家有咁多印证，你越快啲真系将同以前你自己嘅罪软弱一刀两断，悔改，悔改得嚟，仲要系喜乐嘅悔改，带住赞美嘅心去悔改，将呢个生命直成系摆在坛上，明唔明啊？就好似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讲，将佢变成活祭咯，明唔明啊？你以前嘅错误，你怕痛，你就将佢遮掩罪，圣经讲话咧，你遮掩罪过，你一定唔亨通噶，你知唔知道啊？而事实上咧，你遮掩普通嘅罪过都话，你遮掩呢啲直接由智性所而出嚟嘅信息啊，任何人都必死。神系藉着我哋呢套信息去审判呢个世代，每一个喺过去咁多年当中笑过石安嘅信息嗰啲人都必死无疑嘅，都必喺审判当中嘅。如果仲要系笑2012信息啊！嗰、那个咒诅就仲恐怖，如果佢嘅身份仲系基督徒，仲大件事。哇！你话日华，你咁讲会唔会严重啲？但系你有冇谂过就系点解辛苦要存在喺人类历史啊？所以我讲过好多次啊，辛苦存在喺人类历史原因就系话神揾咗一个嘅中间人，佢可以喺公义嘅情况底下去审判呢个世界啊嘛。你知唔知道啊？所以变咗我哋呢套信息存在，点解系攰？有啲人会话：哇！点解日华你讲埋啲咁争论性嘅信息？喂，你唔好咁讲，你呢句说话你已经可以落地狱。我唔理你翻边间教会，因为唔系我讲埋啲争论性嘅信息，呢啲信息系神命定咗喺永恒里面命定咗出嚟，就系咁争论，系导致成为好多人嘅审判啊嘛。而你自己嗰句说话就啱啱将自己纳入审判当中啦。你明唔明啊？我而家系好心提醒你，我唔系话因为嬲啊，或者我知道你系边个啊，我识得你啊，我甚至可能未见过你，我都唔知道你边个，我唔知道你系咪翻紧我教会。但我而家讲个事实俾你听，就系神特登系要讲咁有争论性嘅信息，神特登要石安做埋咁多可以俾人取笑嘅嘢，原因系咩呢？神就有晒佢公义嘅凭据咧，就可以审判呢一啲嘅人。呢啲人唔单止唔跟从神，唔寻找佢喺个时代当中神嘅作为，甚至神嘅作为喺面前出现嘅时候，佢都嘲笑佢，就好似呢啲人嘲笑主耶稣，甚至将佢钉死一样。你估呢啲嘲笑主耶稣、钉死主耶稣、敌挡主耶稣嘅人系可以陶醉嘅咩？佢哋难辞其咎噶，佢甩唔到身噶啦，你知唔知道啊？但系神点解要咁做？因为神要审判嗰个世代，系主耶稣自己讲噶嘛。呢、这个就系永远神喺每个时代当中
是要审判那个城市的话，他就会放很多时就是这些好像真光一样，这些不掂得掂得都死的人，掂得都死的这些事物在那个城市嘛，就好像神放个约柜在这里，那些人去干犯这个约柜，端万人死啊，圣经讲，你明白吗？那些人呢，他非利士人将他放在大菌庙，即刻整个大菌庙受审判，你知不知道？整班非利士人全部都患痔疮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讲紧就是，咁神点解要摆喺度啫？啊，神点解会咁争论性等个约柜会咁？咁就系话俾你听，就系神摆个约柜喺度，摆呢啲咁神圣不可侵犯嘅嘢俾你去侵犯下嘅原因，就系佢要审判你啊嘛。所以唔系日话哦，意气风发讲呢啲说话，我系讲个事实俾你听啫。如果你唔信，就系你因为你唔信呢样，已经你收工啦，你明啊？咁多印证你都唔信啊？但如果我哋话俾你听，点解神摆石安喺度？点解神要我哋做咁多争论性嘅嘢？第一，我哋呢度咪哇奉上世上从来未有嘅馨香祭，有几多人佢嘅信心跟从神跟到咁嘅阶段啦？系咪喜形策形，喜形策形，系咪？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十二节，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，六个月用沐浴油，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，满了日期后，然后挨次进去见阿哈徐老王。在每天盼可靠紧你，常应奉全热诚赞美，尽我心愿尽情崇拜护庇，心只盼持久坚守真理。神活动如神光有美，如诗章于我心深刻记，纯粹着你不满走千里，没言辞可平，心已恨尽意尽情轻起，常随着你决意往天国寻觅，光辉真理心里永远热诚爱你，常随着你